夏木呢？夏木有事来不了，我已经提前跟苏一说了，我想他应该由这背的吧。孙，怎么回事？苏一啊，他可是今天的主播，他来不了了，谁来替补？哎呀，这次大秀他要操心的地方太多了，这样吧，我马上派人情去肖戴瑞克。等一下，不用麻烦菲玲姐了。哎呀。 这紧要的关头就别顾及什么面子了，再耽误下去，这大秀可就要开天窗了。喂，到哪儿了？我就在门口。那直接进来吧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备好的替补模特，祥太。好了，好了，衣服被弄破了。哎，不是有备用的吗？我刚去找的时候，就只有这一件啊。 我看看，主编，我有办法。我真的要穿这个吗？我穿上它都不会动了。乖，听话。